传真知有限公司。上虞，一座延续了2500年历史的绚丽古城，素以礼仪之邦而闻名全国。自改革开放以来，上虞的轻工业不断创新发展，目前已成为中国最大轻工业的设备研发、生产、批发基地。在时代快速发展的今天，新型工业体系也在发生着巨大的变化，摒弃原来的密集型生产，研发高科技的设备取代人工劳动。就在这样的大背景下，上虞凌晨针织有限公司应运而生。上虞凌晨针织是一家经国家相关部门批准设立的有限责任公司，位于具有历史文化底蕴的舜帝故乡长江三角洲南翼，浙江省杭州和港口城市宁波及上海之间，地理位置优越，交通便捷，是一家集研发设计、生产加工、经销为一体的民营企业，占地面积2600多平方米，硬件设备320余件，拥有先进的生产流水线及产品生产管理模式。以质量求生存，以创新求发展，凌晨针织以此为理念，为客户提供各类针织手套、袜子、帽子、围巾等产品，先进的技术、严格的管理、高品质的产品，使凌晨针织在市场上树立了良好的口碑，赢得广大客户的认可和信赖。为适应新时期的发展，公司不断改革创新，为贴近客户生活实际，公司自主研发高科技产品，其中触屏手套、蓝牙手套等获多个国家级专利。凌晨针织是一个开放型企业，产品以市场为导向，销至全国各地，产品材质采用优质原料为基础，严格控制质量，材质绿色环保，遍布全国及世界各地，更适合出口至欧洲、美洲、东南亚、南非等世界各地，与许多国家的经销商有着长期良好的往来，也与很多知名企业有着密切的合作。产品展示：蓝牙手套。蓝牙手套可以像蓝牙耳机一样与手机相连，手套上不仅配有播出和挂断按钮，还内置有话筒和听筒，不仅保暖，还能接听电话和听音乐。触摸屏手套。触摸屏手套是在冬天用于操作电容式触摸屏产品的特殊手套，是集科技和保暖为一体，解决了 iPhone 一族冬天在室外操作触摸屏手机的冻手问题。蓝牙帽。本实用新型公开了一种帽子技术领域内的带有蓝牙耳机的帽子，包括帽体，所述帽体上与人耳对应的任意一侧设有蓝牙耳机。五指袜。在指部有让脚趾个别套上的设计，穿上后每根脚趾都是分开的，恰到好处的松紧，微微的薄荷清香，让穿着者由下而上地感受到身心的愉悦。还有魔术手套、沐浴手套、耐高温手套、防割手套、针织帽、针织副品等针织类服饰，许多优秀产品供广大客户选择。凌晨针织以卓越品质、高效生产为根本，依托人员专业分工、部门高度合作的员工队伍密切配合，坚持贯彻专业铸就辉煌、诚信深沉信誉的企业精神，信奉专业生产、诚信合作、共赢成长的业务模式。上虞凌晨针织有限公司怀着高度的责任感与敬业精神，愿携手所有合作伙伴实现发展双赢，让我们共同托起美好的明天。